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要你做下列各式的质因数分解。我们看到、哦、六是二乘三的，啊，这个十是二乘五，啊，平方啊，十五是三乘五的三次方，所以这个等于多少？二的话有几个？这里有一个，这里两个，所以是二的三次方。乘以多少？三的话有几个？这里有一个，这里有三个，所以三的四次方。再来是五，五的话这里有两个嘛，两个这里有三个，所以是五个了。好，二的三次方乘以三的四次方乘以五的五次方。再我们看这个，这个呢可以依次分解哈、哦，二三四啊，二二一得二，二一得二，二七十四。可以被三乘除，七加一加一，刚好是九，用三，三三得九，三九二十七啊，还可以再用三，三一得三，三三得九，哦，这样就没了。二乘以三的几次方呢？两次方，再乘以十三，啊，这个多少？这一个哈、哦，因式分解，三四五了啊，因式分解。五五六三十，五五九是十五，用三，三三得六，三三得九，这是三乘五乘二十三，所以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个就等于那个二的一次方了啊，乘以三的几次方呢？有两个，三个，再乘以五，乘以十三。乘以二十三了。